大家各位同學大家好，我哋係 The Check 痕跡。我哋點解要叫痕跡呢？係希望我哋所做嘅音樂可以喺每一個人裏面心裏面留下低一點點嘅痕跡，引起大家嘅共鳴，可以感動到大家。今次我哋參加呢個新濤博亞娛樂全澳青少年原創音樂比賽2015所參賽嘅歌曲係主要講關於一個做兵嘅故事嘅。咁大家都知道做兵係幾咁辛苦、彷徨、無助㗎啦，咁所以我哋決定將呢啲感覺完全寫成旋律同埋和弦，希望大家會有共鳴。咁大家記得6月13日晚黑7:30帶埋你嘅娘娘過嚟文化中心小劇院支持我哋，同埋俾個 like 我哋喎。现在剩下我自己，远远看着你的心意，记忆中的场景太多，你却已不在我身旁。想回到过去就是幸福的约定。